5月31日一起来捐血，同岛一命。拍影片邀约大家共襄盛举，捐血车直接开到医院大门。同岛一命，捐血救人。同岛一命，捐血救人。民众挽袖捐热血，医护人员就近抽空前来。深呼吸啊，我可以放轻松了。张静玉是第三次捐血，难免紧张，即使怕痛，还是鼓足勇气。前两天看到新闻说，我们的血库非常的缺血，刚好看到我们医院有办这个活动，所以就想说赶快来响应。疫情影响，血库闹血荒，做好防护，安心捐血。大家都会害怕说人与人之间群聚会有一些感染的风险，但是其实我们在捐血车，不管是医院还是各地方，都会有一定的距离。防疫不忘捐血，付出行动守护台湾。大爱新闻彰化综合报道。